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今日勇士主教练史蒂夫·科尔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到勇士新秀詹姆斯·怀斯曼，几周前我们得到机会看他训练，并与他共进晚餐，他太惊人，印象深刻了，他充满了潜力，所以我们很高兴能选中他，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我们对选中他感到兴奋，他也对来到这里感到兴奋，这应该会是很棒的合作。怀斯曼身高 2.16 米，司职中锋，来自孟菲斯大学。2019-20 赛季 NCAA， 他共出场三场比赛，场均出场23分钟，能够得到 19.7 分、10.7 篮板、三分感。编辑 Venus 30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